死我！你们觉得她美吗 ？Steve 刚才那个眨眼哦，给我剪三次。哇啦喂，小红跳错、哦！我们打灯的时候嘞，那个剪脸的他妈的很刺激啊！也不给你们看我录音。那些多嘴的家长，恭喜发财，我永垂不败，像奥迪的客头三百，信念永不更改，跟我鞠躬 say hi。早安，没睡啊？个人没有睡，我睡一个小时，现在好像行尸走肉一样。我们每一年都会拍一个很厉害的 video， 今年呢更厉害，恐怕有很多东西，因为我们是做新年歌。第二，我们全体人员一起跳。第三，我们还自己唱。所以呢，我们哦是专业在跳舞啦吼、哦。如果唱不好听哦，你们不要靠北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去拍摄的场地。我已经到了这个拍摄的地点。其实这个拍摄的地点是新山的一个废墟来的，然后哦。很多人都来这里拍过，但是我们是第一次啦。再来先给你们看这个地方先。OK， 是不是很美嘞？这边的场景，这是我第一个新要拍，所以他们现在在帮我 set up 场景。其实哦，这个 MV 哦，是我们每年哦 ，ODD 一年都会拍一次的。等一下我下面会放 link， 你可以看我们之前全部都是这条水拍的。等一下你看到老车了啊！跟你们介绍一下，我就是这部 MV 的导演。可是这个导演呢，什么都没有做，都是他做到完。我觉得导演真的有点卑微。对啊，我是有帮他的啊。这个是我个人的 DOP， 这个叫靓仔 Steve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哦，我的钱呢？钱呢？几万。厉害，不然就 say goodbye。关。我气死你妈了！你们这样看哦，单单十秒的画面，我们差不多拍了一个小时多。这个就是你讲那时拍很美了，你看。Steve 刚才那个眨眼哦，给我剪三次。你们觉得她美吗？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因为她一直都觉得她自己很美。你们也看一下，你们觉得她美？哇，老这样子的不美啊，知道？还有阳光，阳光感觉。我要装逼车，杀魔。这个是我们的副导，我们的看到有在那个拍摄的时间里面。根据我们现在的时间呢，没有。那个婷就是在想，但是他后来他反正他不懂。这是我们的场记，叫朱小妹。猪叫什么？猪叫兔。中了，中了，中。OK， 的 scene 拍完了，现在我们要拍 action 的那种，好像慢慢的那种，那种人的脸啊，这样五十镜这样很靠近啊，这样，然后这样很蓝遥远这样。我的眼睛完全张不开。这种天气啊，要拍。以为导演不用拿椅子啊？哈，那椅子啊自己要做了。哎，是我的了，谁拿？什么？你不要做。哎，进来进来，要拍进来。以为容易演，我们每次拍摄就会有一定有这种人在那边玩哦。这个就是网红奇异果，这个哦，这个原本可以很漂亮的，然后哦越来越肥，不懂进来你吃，你看，你看越来越肥。这个就是很多你们看了我的 vlog 哦，讲要进伊斯兰的人，你答。嗨。你可以跟我讲你这两条线从哪里扒上来的吗？从你不知道的地方。应该是从这边的。他讲来要帅帅，你是 gay 你帅人吗？因为也是要很帅要买那个，对，都是我男朋友。哇，我觉得你最新的 Instagram 的照片超帅，可是没有用。各位，伟奇的姑姑妈妈，你们有看我 vlog 吗？他是 gay， 他真的是一个 gay 来的。他的男朋友在台湾，如果他跟你们讲他去台湾的话，你们不要给他去，因为他下面给他。没错，就是音乐前面没有跳舞的音乐，然后我过后要摆。现在我们拍老师团。来
的内距离呢，左边一点点。对 ，OK， 啊，不能再去多一点，没有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回来一点。OK， 看我啦，一次，肯定会中。哇！下面要看了，我一定。哇！有大动作，全部都大动作，有一些小动作，有一些小动作。刚才那个 John 哦，降下来的时候我要去抓，结果呢，风吹一下，飘一下哦，给那种叶子打到都会这样。现在哦，我们已经拍完了，所以现在要拍 verse 的部分，拍到宝老师的 show。这个拍摄啊，哪里有这样容易啊？你看现在放饭了，我们的大马吴亦凡，这样简单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我停五分钟哦，吃一口进去跳，停五分钟进去吃一口再跳。其实拍摄就是这样子的啦，你都不是第一次拍啊，老喂，放饭放饭，好吃吗？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当你去到最饿的时候呢，东西就很好吃了。哇，好像歌手这样的，你刚才可以的意思吗？要像刚才那样凶，要像刚才那样凶。可以不可以？你看我录音。那些多嘴的家长一来就问有没有新娘，我说我干娘在我家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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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起来。哈哈哈哈哈。你唱给他断看。我唱完了。你妈妈没有教你要礼貌，礼貌取向。我把你妈妈。傻嗨，我们有分道具组，那我们在拍 MV 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人去处理一些道具场景的问题，所以就好像这样子的场景哦，会很空吗？所以就会放这样子的东西在后面配，然后人呢就在这边跳舞，所以他的感觉就是这样，整个就很 underground 的感觉，因为我们 ODD Dance School 就是 underground 的哦，我们的那个道具组的大王就是，他就是。啊他就是道具组的很大力人物。哎，所以哦，因为如果是场景太空的话哦，啊，场景太空，场景空，就，哈我们也是从什么东西都不会，慢慢学，慢慢学才会的。拍摄就是这样哦，用很长的时间，单单 set 一个 camera 啊，那种 running 啊，然后要 stabilize 啊，这些东西，单单 set 这些东西就要 set 很久了。我拍给你们看，你们一定要跟林北看啊，如果没有看，都要按进去给他走，好，嗯。现在我们要拍大团跳，就是 ODD 的 chorus 的舞哦，所以全部学生都进去跳。啊、我们用到这个用到很爽的，妈的哪来三粒电池，只有两粒电池有电，你死了的。 OK， 我们刚拍完了网站的 scene， 遇到很多困难的东西，我们打灯的时候呢，那个监听的他妈的很刺激啊，队伍一直死我死我死我，打灯打了差不多整个小时，然后过后拍又拍了整个小时，所以现在还有切三个 scene， 大概要60多个 shot 了，我等一下还要去 KL， 我觉得我会死啊，不要乱乱玩摄影，是要用命来玩的。我觉得摄影是，我四天只睡了12个小时啊！我现在是真的全身没有力那种，它不是那种累的，它是精疲力尽的累。呸！下一个信，这个信呢是在这个圈里面，还有就是这边哦，你看到有很多布，还有很多木。等一下呢，我就会把电油倒在这个上面点火，它就会这样。好了，现在很暗啊，我不懂你们看不看得到啊，但是这个真的是很爽的一个东西，从小就想玩弄。Damn!
个一定要讲一下，哇，这个厉害，厉害！你看我们的道具组，这个人真的是第一次做道具的嘞，妈的，做这样好看的东西出来哦！我们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很厉害一下的。这一次我们拍摄，我觉得进步的地方哦，是在我们道具方面。现在呢，我们的舞蹈总监马来西亚张惠妹在教他要怎样做哦。教就好，不要发脾气。不用发脾气啦，我心地善良的。他讲他心地上讲不了啊，讲啊。这样，讲他。不要做这个。哇，老喂，你烂嘞！请不要见怪，我们 ODD 的老师全部都是 jam， 但是我们是真的练跳舞的。哦，你可以看这个 MD， 他现在哦，他这样两个人棒球棍呢，来扫我的镜头，要扫下去。要烧啊，可是还是这样子烧啊。但是我怕 miss Q， 哦，很贵嘞，真的很贵。来，对啊，我们都有钱。染臭。拍。现在下雨了，然后我们的戏还没有拍完，所以会延迟到可能二十多号才拍咯。今天真的是累，还拍不完才更累。我们今天又来拍那天拍不完的信，讲八点的课太三辆车，你阿妈扑街哈，不过不要紧，我有我的鸡饭陪我，求吗？大包的鸡饭，开拍了。现在我们到 Burger 的 Pub， 我们全部都是主唱啊，开玩笑啊，我们跳舞跳变歌手啊，你看。哇啦喂，小红跳错。两次啊 keep roll keep roll， 给你们看一个帅哥，有看我 vlog 吗？有，讲，有，每一集有看。好嘞，现在我们要拍这个 scene， 现在这个 scene 呢是最后最后的 scene， 我也不懂是什么，好像是一直跳一直跳的。这个有跳不是？有跳没？要要要，你要在前面，你一个人走喽。动作大一点呢。哇！这是我们拍天空信最后一个 part， 要跳舞，噔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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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等到我的头都晕了。我们来猜猜，我们都会跳错几次？不会跳错，至少五次。哎呀，这个天空说跳错了不要紧了，看不到的啦。最顶楼，看上去是天空。请问你在做么？刚才吹嘎啦打。七个咚，哒咚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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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哒咚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会是什么？五六七个咚，哒咚哒咚，哒咚哒咚，哇老喂！哇老喂！你做到不要什么写吗？来，我这。我看我在这边要等几久，他们才可以练到不会跳错，尤其是这个人。哎，我已经不会跳错了，是他。哎，我绝对不会跳错了。你不会跳错咩？来跟哥多一次。来五六七个咚，哒咚哒咚，哒咚哒，你做小而已，做顶多。经过我们拍了七七四十九天，我们拍了两个礼拜，终于 ，It's a wrap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就刷出去，拜拜。